女儿的青春期，单亲爸爸伤脑筋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中午，爸我来了哎，那他就什么来了啦？你不要吵，赶快出来，我要上厕所。爸爸，你们主动的跟你谈到这些事情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国小的时候那个都有健康教育啊。对他交男朋友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什么原则交给他？你回来告知就不用批准，因为我觉得都配不上你嘛。周一到周四晚上九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